好，我是千鸟。这一次一样是狗斗，但不像上一次是先看到对方，然后确认射击确认之后才开始，而是直接找到对方就开始打。但眼力不好很吃亏啊。然后我发现自己向下的时候追击路线很容易让对方离开我的视野，这点还需要好好改进改进。还有几次在画面内我却完全没有看到对方，然后就导致被甩掉，可以说是猜错边加上眼馋的结果。这集最长的一战打了10分多钟，很惊险，可惜他忘记帮我录下来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他到底是怎么飞那一段时间。那一样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。还是很难打到你。阿姨。
trying to see it. A tank hunter kit is available near your location. Hurry up!哎呦！Look up! Plane!哎，我发现你很喜欢晚上，所以我会看你在哪里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晚上，所以我看你在哪里？在抓他。
二孬哦。Plane spotted! Enemy plane! Yes, Enemy plane up there! Look at your plane!
Talbot, up there! An anti-vehicle kit is available near your location.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。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